宝岛手透透单元，我们就来学学谢谢这个笔法，南部跟北部有什么不同呢？南部手语的谢谢，是一手手指并拢敲手背，谢谢，谢谢。南部手语谢谢的笔法是从日治时代日本传过来的，而到现在日本也还是这样子笔哦。而现在我们常常看到的动动大拇指这个谢谢是北部手语的笔法，表示一个人在点头跟您道谢。如果是要感谢很多人，就可以用双手一起比，这样您是不是比较了解了呢？